你莫相信我，但是你先看卖，这拢是你借钱的证据，顶悬拢有你的签名。当医师顶悬拢有你的签名啊！我来找你讨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！啊，油条不是要还钱啊？你嘛知道医生给有偌济，你一口气要甲讨300万，因哪有可能还得出来啊？ 伊是毋是行得出来，甲我有啥物地带啊？恁两个毋是毋捌透过相，欠钱毋还的人是有啥物款的后果，恁家拢知影啦。啪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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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进前不是真笨，在营业生日会顶馆，把我糟蹋，搁把我侮辱，你拢唔免向我回绝系列是吗？你根本就公报私仇嘛！哦哦哦！你上好是把这张交我吧，那是打落来，你兄弟会欠一只手，或者是断一只脚，我都唔敢保证。你别管我了！你这个欠钱不还的臭蛋，你就像四合在涂骹爬，你还笑想要爬起来？要钱无，命一条啦！人嘛咸咸，看你人对安怎？我让你看，恁爸会当对你安怎？一个枕头十万，这个计小家公多。我无钱啦！安尼，我就一支一支熬汤。等十支枕头啊，拢熬汤以后，就换你的脚枕头啊。把人带去边啊！你竟然敢亲门大户来欺负我的人，廖凯宏，你真正是够超过！耶！不准你拍赢！你给我闪开哦！那么我来，你怎会拍？你是阮某，我不准你拍。听到无？老公，你给我搞是这白骨精啦！看你后摆吼，是不是搁敢诱拐别人翁啊？要是讲你做人小三较趣味，所以你超过伊甲客人分手，答应是我的翁了，你搁甲伊抢去？你吼，真正是足袂见笑。更小了是你，你喂，你这把先小规点，你想好给我看我长啥样？你给我放手！我今晚跟你吞论，你想好才好歹。林子彤，你你是创啥？我代表就给我拍，你拢会当招来我的办公室提刷给我拍，我现在都袂当比较办理。我今仔日就让你知影什么叫做加倍奉还。你是偷虾啦！你是偷虾！你是虾妖！你是虾妖尊哎！我讲过啊，只要你卖掉我，我就袂卡你。结果你煞走来我的办公室来，甚至佫侮辱我妖怪迄个我买店的本色廖凯宏。小狗有嘴的人是你！
一眼就要看出这是你囡仔的相片哦。你真正是足有母爱的呢。你是安怎会有我爸爸的超音波相片？这吼，去你进前诊所摕，毋就摕着啊。是讲这个囡仔吼，真正是我可怜啊。我不幸得着你这种妈妈，现在吼，搁低苗到连来这个世间看一眼的机会都无。喂，安怎？我是怎会讲唔对啊？你顶世人吼，一定是做足个歹代志啦。这个囡仔才会这么短命啦。我看吼，归去给伊魂飞魄散，紧去投胎较实在啦。囡仔无去啊啦，伊即马吼魂飞魄散去做空气啊。喂，我要甲你碎尸万段，替我囡仔报仇！别甲我拍，别甲我拍！救人哦，救人！你别甲我拍，你紧救我啦！你咩都害救命，你毁掉我的人生，佮害死我的囡仔，我绝对袂放你走！吴依，你慢走，慢走，叫你慢走，你听到无？吴依，你慢走，吴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卖个屁呀！干死啊！你给我出来，我听到无？我叫你出来！是我的囡仔，无胆甲伊跳落来哦。这个坡偌悬呐，上落来也未死啊！你先让我上看哈，让我上看。我有追到这，你紧帮我落来啊！我甲你回信的嘛。你回信的拢是假的。你只要一看办事一丢，你人都随晓摆起来啊，甲人个动作搞遐伫咧打，我未够，互你骗去，未够相信你啊！我未够相信你，未够相信你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反正是要安怎嘛。我跟卡宏结婚了，你把出轨啊！你的囡仔无说无去，你硬要恭喜我，我嘛悔死你啊！你今麦乖，你搞我堆啥？刚刚你真正爱我死才讲话哦！我的囡仔明明都是你挑拨的害死的，你哪会当恭喜我无说你？而且那是我根本变小的，别开枪！我打我！我拢让你拍到流血啊！今麦你跟我黄姨讲话，你明明就是你自己无设定有受伤的啊！
那会当怪我？真正是跟廖凯宏赶快分手！我好了，你别再怕了，好了，你快安怎就安怎，拜托你紧帮我落来啦！你别少想啊，你着乖乖仔站伫咧遮拍做肉干，这叫做罪有应得。罪有应得！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林小姐，进来救我！进来救我！你进来救我！我警告你哦，过去我就开哦。我不跟你讲你害，向辉，如果向辉，向辉，这是我跟你说的话，向辉，你啊，放手了，都放过你，都放过你，张哥，我不愿意，慢点讲，放手了。我会追上校，上校，上校！会放手！出来吧，沈鑫，多谢你呢。你的救生圈，我看完。你的人刚刚是起笑，一直想要跟我拍。我知啦，我当初也是有看到，我唔得紧赶过来。那个左英啊，敢是伯阿公的，伊迄个无缘的新妇。小姐，你路安尼恶袂拍人，还佫害人受伤。我看你的精神状况哦，真正足无稳定的啦，有需要做精神鉴定，佮做长期的治疗啦。无你是啥啊？你是凭啥物讲我精神无正常？我是精神科医生，也是白银疗养院的院长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。但是你用精神状况像伊无稳定的环境啊，我看足多啊啦。那我光听治疗哦，你早晚会变作行走的不定时炸弹。警察真是无正常，是你后壁迄个，伊就上一讲两个乖。伊丈，其实伊吼是阮翁以前的未婚妻啦，因为吼有情绪无啥稳定，阮翁挡袂牢，啊就甲伊解除婚约，伊就一直甲我当作是敌人。安尼讲起来，伊其实嘛足可怜的。你莫伫遐假啊！我看到就是歪头的。我年轻人状况，我真正出无问题，有需要赶紧做治疗啦。啊，不过伊刚才是针对我，嘛无对其他人安怎啊？反正我甲伊回去了了，伊就免接受治疗啊。唔好啦，足危险的啦。不要紧啦，搁给伊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志彤，我知影咱两个之间有足侪恩怨的。母哥，你敢会当放下？安尼嘛是放过你家己啊！胡英宇，你讲这话应该连你家己拢骗袂过啊！讲唔对，我就是讲予大家听的。现在知影你这么简单就掠过，这么讲就今日来我社交，你讲我是不是足巧的？胡英宇，你这卑鄙小人！就因小姐哦，今天状况真正无稳定，需要紧急治疗啦。安尼，刚需要心痛地引出来对人啊。状况紧急，先送去白银疗养院治疗再讲啦。小哥，我马上，给我放开！停！我放手！你对他狠狠下毒哟！胡英宇，奇怪呢，啊，遐可是有影的族人，毋是才拄风欺负，啊，哪会阁会当笑甲惨像神明啊共款？敢讲伊是调故意设这个局？